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40面，640面，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倒数第二行，又静音疏月，身与神安，心色异闭，生死善恶，自不能见，故知欲暗，即是痴毒。三毒里面的贪嗔痴，痴毒。以愚痴故，心意闭塞，不能正信因果，不能信受经法，入于正道。对于外道邪说，凡意信奉，故云转受于教。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断，永逆生死，而其根本呢，正是痴也。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故曰无常根本。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说到贪嗔痴。愚痴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前面两种。前面是贪呐，痴是根本。如果不愚痴，他决定不会犯贪嗔这两种恶业。贪婪应对的是恶鬼道，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所以这是三恶道的业因。远公注解里头讲得很清楚，因为愚痴心意闭塞，就是智慧不开，起心动念全是烦恼，是不能正信因果，不相信因果，不能接受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不能够有信心。如果能有正信，他就能入正道。没有正信，他对正道了，他就有困难。这些不说了。他对外道邪说反而很容易信受。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我们都能够看到。哪些是邪道呢？不禁止杀盗淫妄的，那叫邪道啊。信的人多叫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是正道。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这是正道。仁者爱人，义者循礼。是有仁有义。
中国自古以来啊，号称为礼义之邦，啊，和谐之国。啊，如果我们把仁去掉了，啊，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就是不能信受经法，不能入于正道。啊，转受于教。啊，转是转回头，如是颠倒之见，这个是现前许多人都在谈啊，怎样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召回来，把大乘佛法了再兴旺起来，说的人很多啊，这能不能做到呢？很难啊，要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看到结果恐怕要三四代之后啊。我们想到过去大摩祖师到中国，这传来是正法了，禅宗啊，那个时候相信的人少啊，这个其中与梁武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大摩到中国来跟梁武帝见面了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了，这大家都知道啊。啊，他以他的权势国王的身份护持佛法，为佛教建立的寺院，叫南朝啊，那时候南北朝南朝啊，他建了480座的寺庙，规模都很大啊，喜欢人出家啊，出家他都护持啊，那个时候出家人有几十万人了，这是佛教史上的无比殊胜的大事啊！梁武帝是好大喜功，大摩到中国来了，给大摩法师说：“我对佛法的贡献啊，功德大不大？”向大摩祖师请教，大摩祖师说了老实话，说并无功德啊。这一句话梁武帝听着就非常不高兴，就不再说下去了，就送客，就叫他走了啊。真的没有功德，他有什么？他福德大了。如果他要问我做这么多事情福报大不大，那大摩祖师一定说很大很大了啊。他说的福报不是功德了啊，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啊。福德在哪里享受？人天福报啊，那么大的福报是他到忉利天去了，天上享福去了啊，不是功德。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啊。他为什么不能了生死出三界？
你看他还好名，还好大喜功，这什么？这属于贪呢、啊？人家一说一句话不高兴就发脾气，叫人家走路，这是嗔呢、啊？啊，所以大魔祖师当时在现场，梁武帝在他面前表现的是贪嗔痴，他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当然他的影响力很大，啊，因为这个梁武帝不支持他了，啊，那别人也就不重视他了，啊，最后没法子，到少林寺去面壁，9年之后才遇到一个慧可，啊，一个人就行了，只要把法传下去，你看慧可一代一代传到慧能是第6代，前面5代都是单传呐、啊，到第6代啊才开花结果，禅宗大是大的兴旺起来了。啊，我们现前传统文化要复兴。至少也要3代以后啊！啊，我们这一代是做不到，为什么？迷的人太多了，对于圣贤、对佛菩萨没有信心，没有恭敬心啊！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一再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那没有沉浸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啊，大魔不能说不是高人呐、啊，真有智慧，真有修行呐、啊！啊，他在印度是第28代。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呀、啊，那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啊，梁武帝不认识他，啊，不知道那是真正有些修行人，啊，真正的高僧大德。啊，让他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认识他。啊，到9年才碰到一个慧可。啊，这是禅宗二祖啊！啊，这些故事，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啊，关键呢就在沉浸。啊，慧可能承他传他的法，什么原因呢？他对大魔祖师，我们可以说万分恭敬。哦、啊，那他就得万分利益，他开悟了。啊，我们以后看慧能大师，慧能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樵夫出身，啊，虽然在黄梅住了4、8个月，没有进过禅堂，也没进过讲堂，任和尚分配他的工作是做苦工啊，在对房里面呢，冲米破柴。干这个事情干了8个月，啊，知识传一波的时候，跟他做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啊，半夜召见，我们估计顶多2个小时，
两个小时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提出报告，这心得报告，五句话了：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听，行了，不必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而神秀跟五祖多年弟子当中的上首啊。为什么？没开悟。为什么没开悟？印光大师讲的那句话要记住。神秀对五祖百分沉浸，他得百分利益，而慧能对五祖是万分沉浸，他得的是万分利益。所以衣钵给他了，没给神秀啊。这个地方要注意。那现在人，那沉浸的人到哪去找？现在找一分沉浸的人都不容易现在的人都学会了批判、批评对佛菩萨都是批评的态度，对经典也是批评的态度，这就难了。所以我说真正要产生效果总得三四代之后没那么快就是什么人有资格传授，要万分沉浸的人才行，百分之百的那是神秀万分沉浸的是慧能这个道理不能够不懂所以现在外道邪说反而人相信正法了没人相信所以经上讲转受于教，他不信正法，转受于教，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逆生死，这个生死就是轮回，他出不了轮回而其根本呢，真是痴业愚痴愚痴是因，怀疑是缘，愚痴一定就怀疑，怀疑的人决定是愚痴，生死无常，以痴为本呐。故曰无常根本，无常就是六道。如果说的深一点呢，它可以包括十法界。四圣法界虽然是净土，它也是无常。那什么是常？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摄相无界是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五伦五常是常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戒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它跟仁义礼智信完全配合不杀生是仁呐。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
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仁义礼智信。啊，这是常道。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要真正这一生当中在佛法里面得殊胜的利益，这个殊胜利益呢，就是永远脱离轮回了，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基本的条件就是把五戒十善修好。啊，五戒十善是根本，经上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指的五戒十善。啊，这个没有做好了，这善男子善女人不包括我们在内呀。我们做到了，那书上善男子善女人就有我一份。啊，要真干呐！啊，我们再看底下经文，蒙明底兔。啊，这句是经文，蒙有眼而不能见，这叫蒙啊。景心大师说，蒙底下又有这，有这两种蒙，意思是一样的。惑而不明，明呢，暗昧无知。啊，没有智慧。没有知识啊！我是无知之人。第一是受以脚粗啊，这个叫第一，粗是冲的意思。一吉大师解释这一句说：“为无所了知啊。”这个人没有智慧，没有知识，处事违反啊，遇到事他总是违背了理啊，触犯了过失，如小儿夜行，狂犬妄走，无所不作也。啊，这用两个比喻，小孩不懂事，夜晚上走路非常危险呐。啊，狂犬到处乱跑，啊，到处咬人。啊，用这个来形容蒙明底粗。啊，一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以底粗为心，底下这一句说得很清楚了，好冲突。过于奸猾呢，不能信受，啊，因为他愚痴，他多疑，啊，他生不起信心。于是心无缘虑啊，过于快意啊，这个快意什么？造杀盗淫妄啊，他也有以为这以为这是他快乐的。那现前的社会我们就看到多了。为什么叫没有缘虑的？他没有想到将来。为什么不想将来？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轮回，这是愚痴啊！
因果报应决定有，生死轮回是事实。现在在这个世界，西方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他们的报告很多，写成书本，到处都能够看到，但是一些人看到，就是我们讲的，经上讲的这个蒙民敌兔，这些人看到之后，这是迷信。外国人现在也迷信了，甚至于科学家说出来的也不相信，这骗人的。杀盗阎王还照干呢。什么时候相信啊？死了以后就相信了。为什么呢？果报现前了。佛法不称为世间法。那佛法跟世间法有什么不一样？世间法只讲眼前，纵然讨论到过去未来，还是重视眼前。佛法不是的，佛法讲三世，讲过去，讲现在，讲未来，把重点放在未来，不放在当时。所以所有大乘经教，你看释迦牟尼佛都是劝导我们往生净土。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只有净土法门我们很容易往生，别的法门成就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要断烦恼习气，真不容易。而净宗虽然不需要断烦恼，他的条件呢宽松，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行了。扶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断可不容易了。太难了。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说的烦恼无量无边呐，总括为三大类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大类啊。华严经上没有说这个名词。华严经是另外一种名词，叫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这三类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意思完全一样，你能断得掉吗？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执着破掉了，放下了，你证阿罗汉果，六道就没有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如果你再提升一步，分别也断了，起心动念也断了，那就恭喜你，你真的无上菩提了，你超越十法界了。升到哪里去呢？
生到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那你到哪一个世界去呢？那你与哪一尊佛有缘，你就到那去了。佛度有缘人。在娑婆世界，大多数人呢都生到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十报庄严土叫华藏世界。那念佛的人呢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叫除世法，超越我们六道，超越我们的十法界。不同在此地啊。但是不同里面有同。什么同呢？修学的基础相同。你看世间法修学的根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大小乘佛法对这个也通通都要修。就相同的。事出世间法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学佛对相同的部分一定要做好啊。做不好啊，是将来我们得定开悟障碍。对于求生净土也会产生障碍。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你看净业三福，这是世尊教导我们。无论修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叫八万四千法门，都要遵守的原理原则。三条十一句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头一句是孝养父母，孝亲尊师。在中国，唐朝中叶之后，祖师大德们就用儒来代替。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规》，孝亲尊师怎么做？把《弟子规》做到了，就落实了。这两句就落实了，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道家的。以这个为基础，修十善业的就很容易。十善五戒。十戒，二十四门威仪，这是沙弥戒，非常容易做到。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基础，那你就难了，太难了。真正发心去干，多长时间可以做到一年？想盖大楼啊，我第一年打基础，打地基。把这四门功课做好，一年就可以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四个根。这四个根呢，是成佛成菩萨的根，在世间法里是成圣成贤的根。你有这个根，用十年功夫，记住古圣先贤跟佛菩萨的教诲，务必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会得定，你会开悟，你成就了。
不在基础上下功夫，往往一个人修了一辈子，他还是蒙名地图，那就没法子了。天天念佛，念一辈子佛，不能往生净土。你说多冤枉！有这个基础，往上提升呢，那就修佛了。实在讲，前面这一条是做人的基础啊。人没有做好，怎么能做佛呢？做人的基础，这个基础做好了，就学佛，为佛弟子。所以第二条是孝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落实在哪？这落实在沙弥里。入佛门，第一桩大事情，佛把修行的宗旨传授给你，这就是三规。你一生不能够违背，违背你就走偏了道路了，你就走上邪道了。这个三规呀，是如来的正道。诸位可以看《六祖坛经》，你看六祖慧能大师怎样传授三规。三规一般的传授，一定是告诉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坛经不是这个说法。坛经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慧能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讲法？他那个时候，佛法传到中国大概700年。时间不算短了，社会大众啊，可能就产生误会了。皈依佛，他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泥塑木雕的佛像。皈依法，他就会想到经典；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错了。那么这个是所谓住持三宝，佛灭度之后用这个来代表。你要了解它真正的意思。佛的意思是什么？是觉悟啊，觉而不迷叫做佛。所以能大师就不用一般人讲的佛法僧，他用觉正经。说完之后再给你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那换一句话说，皈依是皈依自性三宝啊。佛法记住，永远向内不向外。所以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它向内求，不向外呀。自性觉是佛，自性本来就觉。为什么现在不觉了？迷了，不是失掉啊。
迷了，觉不起作用，变直了，这个觉变成烦恼了。啊，法是正直正见，也变直了，变成邪知邪见。啊，身是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现在变直了，变成染污。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的觉真境变成了迷邪染，就麻烦在此地。如何把迷邪染放下，觉真境就恢复了，觉真境并没有丢掉。现在迷邪染障碍了觉真境，啊，只要把障碍放下了，我们觉真境就又恢复了。恢复觉真经，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世尊在大乘教里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在这里一点不假了。啊，你是佛，他是佛，我也是佛，个个都是佛。啊！现在因为迷失自信。才变成凡夫啊，凡夫的佛性没变呢，所以佛菩萨看到我们凡夫啊，依旧把我们当作真佛看待。那我们把诸佛菩萨也把他看成凡夫了啊，这就是经教里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佛看一切众生是佛，菩萨看一切众生是菩萨，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啊，这些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学佛的人，念念记住三皈依。我修什么？就这修三桩事情，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怎么个修法？大小乘有理论，有方法，你就去学习去啊。啊，小乘是基础。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他们有智慧。啊，认为我们中国传统的儒跟道不输给小乘。啊，所以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有没有过失啊？我们看历史的检验，从唐朝中叶到现在1300年，这1300年当中出了多少祖师大德啊，开悟的、正果的、往生的，就别论了，太多了。啊，我们看禅宗，禅是正法，啊，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法运是有这个正法、相法、末法，啊，正法1000年，佛没到中国来，佛到中国来是相法。相法一开端，他就来了。相法禅殊胜啊，正法是戒律去成就啊，相法禅成就。所以在中国这1000年来，禅宗特别兴旺，
啊，末法时期呢是净土成就。啊，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出生到现在，我们中国古大德的记载跟外国人记载不一样啊。现在世界上公认佛教是2500多年，但是在中国的记载今年是3038年。啊，老一代像虚云老和尚老一代他们都用这个纪念。啊，释迦普佛你们念到的。啊，佛生在周昭王24年。佛灭度是周穆王53年，这中国人记载的。要以这个记载呢，那到今年就是3038年。啊，这些经典3000年前讲的，讲得好啊。很多玄妙的道理，在过去很难解释的这些经义，啊，被近代的科学家解开了。啊，这些量子物理学家，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跟佛经一对照，对释迦牟尼佛不能不佩服啊。啊，特别是讲到宇宙万物生命的缘起是从哪里来的，啊，现代科学家找到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讲的名词不相同是一桩事情。科学的研究说，宇宙之间呢，实际上只有三样东西：变现出这个宇宙。这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啊，这三样东西。跟佛法讲的，佛法说十法界一真庄严，啊，这就讲的宇宙啊。十法界是从哪里来的？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真是他们所说的。阿赖耶的业相，科学称为能量。啊，信息阿赖耶称之为转向，物质阿赖耶称为境界相，啊，或者我们讲四分，阿赖耶的自证分是能量，阿赖耶的见分是信息，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阿赖耶在哪里？就在我们面前。有没有人见到？没有。佛与化身菩萨见到了。啊，我们今天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确实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但是你感觉的时候不是的。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是它是变现的，六七识见不到。
啊，六七十是圆阿赖耶，圆不到外面。啊，你怎么会看见？实际上，看见就像我们现在摄影机照的这个镜头。现场呢是阿赖耶，阿赖耶的相分是现场。啊，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啊，所以眼识把这个镜头照进去，啊，变成了眼识的四分，眼识有相分。啊，那眼识的相分传给第六意识，啊，传播过去，第六意识又传给第七识，它是这么传播过去，所以他们永远是看荧幕，看不到现场。啊，我们如果说看现场错了，我们永远看不到现场。啊，这个东西是很难懂啊。啊，现在被科学证明了。啊，科学家证实真有这个事情啊。啊，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识，啊，它真的只是照见，它没有，它不会分析，啊，就是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啊，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识。啊，第七识是叫染污啊，所有染污都从他那里发生，叫染污意。啊，第七识染污。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桩事情，那佛凭什么知道这么微细？佛从禅定当中看到的。啊，大乘经教上说，到什么样地位你才能看到阿赖耶的真相？八地菩萨，八地叫不动地呀。啊，真正的不起心不动念呐，啊，他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或许两三百年的累积，不断在研究，一代一代接着搞啊，啊，或许技术不断在进步，啊，现在的观察仪器越来越进步。啊，他看到了。啊，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意念变现出来的。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你讲的我们不懂啊。我们也一样化无如啊，你自己是不是真知道不知道啊？那经上这么说吗？只好这种说法吧。啊，科学这一证明，我们明白了，啊，不再怀疑了，啊，所以佛菩萨不需要用科学仪器，也不需要高深数学，他直接看到，他在定中能够把空间维次突破，啊，空间维次从哪来的？分别执着来的，分别执着没有了，空间维次没有了。啊，这个没有，那世界就变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没有远近，没有远近就没有空间。啊，空间跟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学佛的人应该都知道，但是会怀疑。怎么是假的？不，明明在面前是真的。昨天不是今天的，今天不是明天的，怎么会是假的呢？啊，真的是假的。啊，真正学佛学大乘的人知道，没有我，
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世间是一种相续，啊，相似相续相，不是我，我们有。啊，为什么我们有呢？大经里面所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哪有呢？哪有了？啊，当初出生，当初灭尽，不好懂。啊，我们从这个电影的底片上能够体会到，啊，这是从前电影的胶片，这个一张一张的是幻灯片呐，啊，在放映机里面打开的时候，投射到荧幕上，这是一张啊，叫当初出生。把这个镜头关注，就是当初灭尽，再放第二张，第二张又当初出生，马上当初灭尽，再放第三张，张张不一样啊！啊，这个才叫现实的世间，张张不一样，所以说是相似相续，它不是真的相续。这个被现在科学发现了，那你看佛在3000年前就讲得这么清楚，现在科学家才发现，啊，而且呢，科学家发现就是这个速度非常快，没有说出数字，就很快的速，很高的频率，啊，确确实实没有。啊，这发现的时候，我不存在呀！啊，是相似相续，它存在，好像是存在，实际上不存在，没有一样东西存在。啊，这讲的都是阿赖耶的现象。在佛经里头，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谈话，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这个很厉害。那科学家现在没提出数字啊。那么电影，我们看这个电影的底片啊，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1秒钟24张。啊，镜头开关24次，就是生灭24次，不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吗？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数字，如果用秒为单位，啊，1秒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秒钟是多少张呢？1600兆。啊，科学家上极快，没说数字。啊，1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生命，你怎么能说有我呢？真的没有啊！啊，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现象在千变万化？实在讲，就是跟电影荧幕上变化完全是一样，一个道理啊。啊，其实很简单呢，会变成这么复杂？我当年也想了很久啊，想不出啊。啊，忽然想到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做小孩的时候玩的万花筒，那个时候万花筒自己做的，很简陋啊，搞一个硬纸，装一个筒子，啊，里面放3片玻璃，
捡一些碎纸放在前面啊，所以这有人的这个万花筒做得很漂亮啊，我们自己做的很简陋啊，啊，你在里面去转啊，你就看里面的这个变化，你转上一个月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哦，这千变万化的道理我们懂了，原来很简单的东西啊。它并不复杂了啊，是在动荡当中产生的幻觉，这个就是设法界一不一真庄严啊，就跟万花筒一个道理啊，你不动呢，不动就没有了啊，动才有，不动就没有了啊，如果哪一天不动了，恭喜你，为什么？你成佛了，菩萨还在动，佛不动了啊，所以不动就成佛了。不动是吧，这些幻象全没有了，现出来是常寂光，西方极乐世界最高的叫常寂光净土啊，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掉，他就离开十宝图，就进入常寂光了啊，进入常寂光里，所有一些现象全没有啊，那个状况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那五句啊，但是别忘记后头那一句能生万法。他为什么能生？叫感应啊，众生有感，他自然的回应啊，众生有感，有起心动念，回应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感应的道理，佛在经典上有比喻啊，从这个比喻你细心去思维啊，佛比喻击鼓，我们敲鼓，我们敲的人是感，鼓响是应，我们敲的人有心，他反应有没有心？那鼓有没有想一想我要来应一下？他没有啊，所以他是自然的。因此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呢，就像我们这里敲他，他的回应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我们要问一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执着，有没有分别，有没有起心动念，给诸位说完全没有他给我们表演的，给我们讲经说法的，全是自信里面自然的反应啊，绝对没有用过思考啊，我要怎么讲的，绝对没有啊，自自然反应。为什么反应的这么好？叫真理，这是信德啊。八相成道是示现啊，来表演是自然的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给我们讲经说法也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执着。这就对了，这就一点没错了。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表演就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得大自在啊，啊，究竟圆满了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圆满的能量，圆满的福报，没有一样不圆满啊！这是这些觉悟的人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境界，
我们就明白了。啊，学佛为什么要成佛？啊，成佛有什么好处？就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搞明白，我们就会向往。这个境界好啊！啊，所以学佛，首先你就晓得事实真相，不生不灭。啊，它是一种相续。啊，相似相续相生，克时而论也没有生灭啊。永远没有生灭。物质不会生灭，精神也不会生灭。啊，现在所谓的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生命。三种现象，它的真相非有非空，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世间一切法看错了。啊，真看透了你就放下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受用，你绝对不会有占有的念头，绝对不会有控制的念头，啊，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去影响它。啊，为什么呢？全是妄想啊，那全都叫做造孽啊，啊，造孽有果报。果报是什么？物质现象呢，随你的念头在变，你念头善变得善，念头不善就变得不善。啊，所以外面的境界，啊，是好是可是丑，啊，是吉是凶，全是自己念头变现的。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这个是地球上灾难，你怕不怕了？不怕。啊，为什么不怕？我知道的什么原因。我的念头正，我的念头善。啊，这些灾难我决定遇不到。啊，就共业里头有别业。啊，别业里头也有共业。毕竟是别业，就是自己做主啊！啊，所以地球灾难可以化解的，不难呢。啊，一定要晓得这些道理，的道理要参透。那么愚昧、蒙昧的这些人，不明经义，他不懂，听也听不懂，啊，看就更不必说了，啊，所以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抵触为心。这个抵触，下面这一句就解释了，好冲突。啊，为什么好冲突？贪嗔痴慢疑，它不断了。他愚昧呀，傲慢了，自以为是，不服别人了。你不服人，人家也不服你，那冲突就起来了。啊，所以。圣贤留下来这些经法啊，经教方法不能信受啊，信受他不能相信，他不能接受啊，于是心无缘虑，过于快意。
啊，这个过于快意，用现在讲，纵欲，没有任何顾忌，啊，为于所为，这还得了吗？啊，这就造成社会的动乱，造成地球的灾变。啊，慧疏曰：“不顾后世，但求现乐。”古人过于快意。啊，他不知道未来，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那来生在六道里面的果报就很可怕了。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不要说我们干这个杀盗淫妄，起这个念头都有果报。你说多可怕？起这个念头，再加上有这个行为，一般讲地狱罪业。起念没有行为，有行为没有念头，这个罪报就轻。啊，有行为，杀了人了，误杀的，不是有心杀的。啊，在法律上也不会判死刑，顶多判无期徒刑。啊，如果有心，啊，有意去杀，那是地狱罪啊！啊，杀盗淫妄就啊，五恶，这五种大恶。啊，人都喜欢干。啊，这个后面讲的，存心成慧，贪财好色，无有休止。啊，故云，爱财可伤啊！这是佛菩萨感叹呢，看到你在造这恶业，你没有办法避免这恶报。啊，三恶道从哪里来的？是我们不善的心行变现出来的，不是人造的。啊，这个信息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26岁，朱金洲老居士告诉我。啊，朱老那一年60多岁，啊，他大我39岁，叫祖父辈的。啊，他的岳丈是章太炎先生，这是民国初年名人。啊，大学问家，提起没人不知道的章太炎先生。啊，他告诉我，他老岳丈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东岳大帝泰山了。啊，去做了一个月，可能是判官不能试事了，他就代理。待了一个月，啊，白天要是要上班，晚上也要上班，很辛苦啊！啊，晚上在东岳大帝好像管6个省呢，很大的鬼王啊！啊，他把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告诉朋友，啊，晚上看到这些的奇奇怪怪事情，啊，有一次。他想到地狱里头的炮烙
这个刑罚了很残忍，现在讲不人道啊！啊，是把这个铜柱啊烧燃之后，让这个受罪的人去报。啊，这个罪是淫欲犯的罪。啊，他建议东岳大帝能不能把这个刑罚废除？啊，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他说：“你先去看看，回来再说。”啊，他就去看了。小鬼带到那个地方，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他这下恍然大悟，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知道什么？业力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力，你看不见。他就明白了，所以地狱不是阎王、鬼王设计的，不是的，真的与他们不相干，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建造，就好像做梦一样。你做了个噩梦，那个噩梦有没有人给你设计？有没有人给你去建造？没有。所以那个地狱境界是这么来的啊，恶意所变现的。于是乎，天堂我们也懂得了，天堂没有人设计啊。也是自然所变现的，啊，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啊，这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那我们得感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本愿功德所变现出来。那我们知道地狱是变现的，啊，天堂是变现的，特别是空居天，啊，像夜魔斗帅，啊，化乐天、桃花自在天，特别是上面这两层，太明显了，啊，全是善业，上品善业变现出来。所以这个佛这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疏忽，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想什么它就变什么，啊，非常可惜这世间人愚昧蒙民啊，地图诚心是贪嗔痴慢疑啊，其念贪财好色啊，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啊，这爱哉可伤。那么现在社会确实如此，我们怎样看待呢？佛菩萨慈悲，你看教导我们：先人不善呢，不失道德，表祖上于此啊！啊，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愚痴，不相信正法。能不能怪？不能，佛在讲不能怪。啊，为什么呢？没人教他，他父母不知道，他父母也愚痴，祖父母没教他，祖父母也愚痴，那曾祖父母没教他。我们要往上去追，至少追到五代以上。
啊，中苦，把传统的文化教育丢掉了，至少150年。啊，如果要算开端呢，那应该要算慈禧太后的账了。啊，慈禧太后距离我们200年。慈禧太后是藐视圣贤。啊，他信鬼神呢，不相信圣贤呢。清朝从开国对于圣贤就非常尊重啊，对于佛菩萨尊重，你看历代帝王都是皈依三宝的啊，都是遵守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啊，所以清乾康盛世啊。啊，康熙、雍正、乾隆，差不多有150年了，太平盛世啊，啊，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啊，到慈禧执政了，啊，传说这是他是报仇来。啊，仇是报了，把国灭掉了。啊，但是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让这么多世人受苦受难，这个罪他不能够逃避的。啊，慈禧不再听从古圣先贤教诲。啊，不像过去这些帝王遇到有困难的时候一定是邀请专家学者向他们请教啊，他把这个制度废掉，遇到麻烦事情呢，他伏击服软，他听鬼神的啊，自称为老佛爷。你看第一代帝王都是佛的弟子，见到佛都磕头，他称老佛爷，高高在上了，佛菩萨第一等。这个举动啊，上行下效啊，让社会大众逐渐逐渐对佛菩萨打了问号了啊，所以破坏传统文化的起源就是他啊，但是那个时候虽然不太尊重了，真正修行的人讲经教学的人还是有，不少了，越来越少啊，到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还有啊，抗战结束之后几乎就没有了，看不到了啊，这是佛法在圣贤佛法在中国近代状况啊，在日本也不例外，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这些寺院都有祖师大德讲经教学，现在没有了啊，日本接触西方文化比我们早我们接触很多都是从日本传来的
他们丢掉400年，我们丢掉200年。这个再复兴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对于现前社会大众一定要像佛一样原谅他。先人不善不是道德啊，表祖先于此也啊，金银素语素不为善，这是很久了，命其无形呢、啊、我们的行为错误了，没有不像圣贤呢、啊、不是道德呢，长其无解啊，不学了，圣贤东西留下来没人学。啊，我们担心的怕这些东西失传啊，早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最担心的时候就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最初编的时候一共只有7套啊，分藏在7个城市，经过战乱之后现在只剩3套半，完整的3套，还有一套残缺不齐。啊，所以从民国初年，这些专家学者都在为这个事情操心呢、啊。怎么样把它翻印？分量太大了。啊，如果能够多印，在世界上各地方都有，就不会失掉了。啊，所以在民国初年，早在抗战之前，啊，有一些人在里面选择一些重要的。啊，印成小的丛书，像《四库备要》啊这一类的，啊，中华书局做过，商务印书馆也做过，啊，四部丛刊这一类，都不是完整的，啊，而且数量不多。啊，只有大的图书馆里面收藏。啊，一般城市里面，这个规模小的都没有这个书。啊，我也很担心这个事情。啊，这在10几年前，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起印四库。啊，印全书，大事啊！啊，总共印多少套呢？300套。啊，多了什么？没有人买呀、啊，那个书太多了，价钱要高啊！啊，世界书局跟着发印这个四库会要，啊，这都是好东西。过保啊！啊，世界书局印多少套了？我问他200套。啊，他印的200套，我大概向他买了将近70套。我是他的大主顾。啊，我买送到哪里？送到全国。啊，每一个省。每一个特别市自治区啊，在这个里头选择一个大学，我送个学校啊，就送了30几套。上海市图书馆问我要一套，我送给他了啊，北京市也问我要一套啊，所以上海有2套，复旦大学有一套啊，
上海图书馆一套，北京也是有两套。北京我送给北京大学一套，北京图书馆。啊，目的不是别的，希望这个东西能保存啊，不要丢掉啊。啊，前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发起想重刊，啊，就是印第二版。我听到这个信息啊，非常欢喜，啊，为什么呢？年岁大了，这供养多了，啊，我就拿这个钱呢，去买这个书，我就向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四库全书》。啊，以前没这个能力，那时候我只买了自己买了一套。啊，是他那个300套当中啊，我只买一套。啊，这个书今年交给我了。啊，很大了。啊，我印这个书的时候，3年前呢，我那个时候是山东大学董事兼教授，啊，山东大学我这个名义，啊，开董事会我参加过，校长展校长非常之好，啊，我跟他商量。我说我现在他们印这个东西了，我给他订100套，希望将来呢有山东大学分送给全国啊著名的学校啊，每个学校送一套啊。人事变迁太快啊，啊，去年年初吧，张校长调走了，新来的校长徐校长，我跟他见过两次面。提到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展校长那么积极了。啊，写书印好了，进不去了，没法，没人给我送了。啊，所以我就往国外送，啊，国外容易。啊，澳洲送了10套，马来西亚送了10套，印尼送了10套。啊，那么这日本的时候我也打算送他10套。啊，韩国。啊，这个我都认识都熟。这我周边的国家。啊，今年年底我订了200套。全书会要。啊，分量小一点。一套是500册。啊，精装500册。啊，全书是1500册，啊，这都是大家给我的供养啊，啊，这2套书，再加上有10000套群书之药，10000套国学之药，一共花美金1000多万，啊，今年通通都要把它送走。这是保存传统文化，我们尽一点绵薄之力了，好事啊！啊，可是最重要的人才，没有人去学，这文化不能放光啊！人能弘法了，非法弘人。啊，读这个书很困难，古书啊，啊，都是文言文、古文写的。
啊，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呢，大家要爱国家、爱民族，要真正发大心。啊，中国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要靠什么人？靠圣人。谁是圣人呢？你肯发心，你就是圣人。你肯发心，你就是佛菩萨。所以，圣贤是学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你都肯学啊。肯发心啊，发心可贵也，但是发心你要把你发心要做到才行，像阿弥陀佛发了48愿，难得了啊，他用多少时间把48愿全做到了，无界修行啊。那么要真正发心，想承传传统文化，至少要用2年的时间，把根基扎好。啊，一个是德行的根本。啊，孔子教学头个是德行。啊，德行从哪里学呢？就刚才我讲的4个根啊，你能够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沙弥律仪》真正落实，变成你的生活，变成你的思想，变成你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你就有了圣贤的根基了。啊，你就有佛菩萨成佛成佛菩萨的条件了。啊，这个难得。有这个根基，那你还得拿到一把钥匙。这钥匙什么？打开四库全书。你有能力去阅读。你有能力去学习。啊，这把钥匙什么呢？要背100篇古文。啊，你要会背，要能够讲。啊，要背100篇，1个星期背1篇，2年，100篇就圆满了。啊，所以在2年当中，把德行跟100篇古文背下来，四库全书你就有钥匙了，大藏经也有钥匙了。啊，你有能力看大藏经。研究大藏经，有能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难得了。啊，那么民国初年确实还有一些这些大德。啊，道德文章为大家赞叹的，他们大概已经看到今天社会，所以做了一桩好事，四库跟会要都是那么大，从哪里读起？这是个大问题啊。啊，唐太宗当年做了皇帝，年轻啊，他28岁做皇帝，啊，治理国家要智慧，要学问，要方法，要经验，到哪去找？啊，他很聪明，到哪里去找？找老祖宗啊！那老祖宗有这些资料啊！啊，所以他下令给魏征
在当时，那个时候，当时中国的书籍已经有10000多种了，从10000当中里面去选，选到1000多种，1/10。再从1/10的时候选100多种，再精选再挑选，最后选了65种。把这65种书里头，他所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些资料，他让魏征来主编，啊，把65种书里的关于这些文字抄下来，编成一本书给他读，要不然他怎么读法？他哪有时间读书？变成这一本，这一本叫《群书治要》，这就是治国。所以唐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就靠这部东西啊！啊，唐朝时候印刷术没发明，书是手抄的，当然分量不同。唐亡了之后，这个书就不见了，在中国失传了。所以在历史上，《唐书》《宋史》啊，《元史》啊，《明史》都没有这个记载，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皇帝送了一套礼物，叫进贡，礼物里头有这一套书，中国人才看到。啊，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写的，从日本传到中国来，不超过10套。啊，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2次。啊，一次呢，就是日本的原书。啊，用原书做版的时候来印的，另外一套是派字，啊，大概都不会超过1000套。在这个80-90年当中，中国社会是一片混乱了，啊，所以在我想的时候，这书找不到了，不可能了。我知道有这个书的名字，没有看过。啊，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居然有很多善心的同学，他们大概到处替我找，哎，找到了2本，啊，还找到了《国学之要》，我吃了一惊。啊，《国学之要》什么？是四库全书的一把钥匙，我天天想这个东西，想不到，我也不知道有人做过这个东西。真是太难得了，啊！所以我立刻交给台湾世界书局，啊，这书局给我是老朋友了，我给他买的东西太多了，啊，我说这2种书，全书只要给我印10000套，啊，国学之要也要给我印10000套，全书只要10000套，已经交给我了。国学之要10000套了，这个月底就全部就送到了。啊，什么人真正想学？这2部书是钥匙啊！啊，唐太宗编的，当时以政治为目标，他那个治要治是政治，但是国学之要它不是政治，它是治学。做学问的一把钥匙，啊，非常难得。我年岁大了，不要这个东西了，啊，我还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好处，所以印10000套抛砖引玉，啊，我赠送给年轻好学的朋友，啊，你们真正肯学，从这里下手，啊，但是。2年的根很重要，你不懂文言文，你看不懂。
啊，《国学之要》一共八册，啊，这么厚的本子，一共八册，啊，这就是经史子集里面的精华，啊，所以读了这套书，等于说这小四库，啊，四库里的精华你都读到了，非常难得。啊，将来不普及，那就不是我这一代事情了。这我推到下一代去了。这些书要注音，要注解，要翻成白话文，最后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那这些东西翻成外国文，外国朋友一定非常欢喜。啊，甚至于还有几个朋友在等待着，啊，在问我，我介绍给他们，他们喜欢，希望能快一点看到英文的一本。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文，啊，这一段经文，啊，后面说。无有余者，孰无怪也？啊，对于现在人所做一切不善的事情，都要原谅，啊，都不要去责怪他。为什么？历史的渊源要知道。啊，在200年前他们这样做，要责怪他，今天不可以。啊，一定要原谅他，要帮助他。怎么样来恢复？怎么样来回头？啊，那就是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从这回头，从背诵50到100篇古文从这下手。啊，我们学习经教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熟读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看文言文。啊，读就没问题。你能够熟读100篇呢，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所以这2年的功夫啊是必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2年德行完成3个根或者4个根。啊，文言文呢完成50到100篇熟背。啊，然后这些书就变成你自己所拥有的，你有能力去读它。啊，你没有能力读它，你看到它，我还是叹息啊，这望洋而叹的，你没有办法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书库，全书之要在这里。啊，我这里有2套，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好像《国学之要》第一批已经送到了，啊，我们这个图书室里应该有。啊，这是精装本，这一套。好，《群书之要》。啊，精装。3册完全是依照这个日本原版翻译的，啊，这是第一册，啊，3册，里面打开来呢，这世界书局给我印的，啊，我写了一篇序文，这是日本的排版，啊，你看到这个版面，你晓得，你看《大藏经》，它也是用这个方法排的，啊，我们中国排版不会分2行，啊，不会分上下2段，啊，这3本就是65种。经史
子这三集里头的精华啊，内容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唐太宗他要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我们现在一万头啊，金装作为礼物，这非常高贵的礼物，但是用啊，瓶装比金装好用，瓶装的字比金装大，所以实用呢是瓶装。瓶装拿一本来，你从里头抽出来，瓶装是实册啊，这是瓶装的。瓶装是我们就取它这个上下的一个，你看这字就放大了啊，所以这就好看多了啊，真正是学习品装好啊，所以我们金装只印了1000套作为礼物送人啊，这品装非常实用啊。我们把这几句念下去啊，啊，静音素月素不为善，长久时间呢不知道为善啊，明其无邪，不识道德呢张其无解啊，没有智慧啊，不知道行善，无解无行呢愚痴之极，世代相承，子受父教，都是邪术，不谈善恶因果，故云无有愚者。现前社会确实如此啊。静言素，这个文字是静言素里头的，静言是寺庙的名称啊。静言寺是谁呢？慧远大师啊，这个慧远不是晋宗初祖，晋宗初祖是东晋时代的慧远，这是隋朝的啊，隋朝时候的慧远寺，他住在静音寺啊，后人尊称他，不称名，称寺啊，称静音大师啊。那么他《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这几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是唐朝之前呢，那个时代呀，从他到我们现在1300多年了，1300多年前人说的啊，好像呢就是说我们先前社会啊，先前这个社会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看到的。啊，所以今天社会不安定是全球性的。啊，地球灾变也是全球性的。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啊，故吾语曰，先人痴妄，后辈无知，是乃必然，故云殊无怪也啊。这个心量多大，多慈悲啊，对于今天人无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不必去责备他啊，不要去怪他啊，应当要想方设法帮助他这就对了啊。我们不想方法帮助他，那就我们就有过失了啊。我的尽心尽力就是把这些资料大量给他反映啊，在全世界流通啊，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保存，不至于在灾难当中啊消失了啊。我们保住了这一点啊，同时鼓励年轻人要发大心，认真学习。今天时间到了。